菩萨修持第三十，复次阿难，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调伏诸根身轻柔软，深入正慧无复于习，依佛所行七觉圣道，修行无眼照真达俗，肉眼简则天眼通达，法眼清净慧眼见真，佛眼具足觉了法性，辩才总持自在无碍，善解世间无边方便，所言成地深入意味，度诸有情演说正法，无相无为无福无托无诸分别，远离颠倒，与所受用皆无摄取，遍游佛刹无碍无厌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，亦无彼我为愿之想。何以故？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舍离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解法如如，善知即灭因生方便，不心是语要在正论，知一切法悉皆空寂，生身烦恼二于俱尽，于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圣至于彼岸，决断以往正无所得，以方便智增长了之，从本以来安住神通，得一圣道不由他物。